柠檬草凉茶，蓝莓果香茶。这些都是真的油画。波隆纳肉酱意大利面，烤鸡青酱意大利面，也是意大利杜兰小麦做的面条。下面是肉酱，肉酱里面有番茄丁，有番茄的酸味，还有点辣辣的味道。有黄椒、红椒、洋葱，这是烤鸡肉，杜兰小麦做的意大利面，这是青酱。这边是美术馆店，所以店内都是画作，比较艺术气息。鸡肉片很嫩，还有一些油脂。鸡肉还有带皮，这皮的部分特别滑嫩。漂浮冰红茶，陈茶好鸡哦，上面是 ice cream。陈晨的足球员，还有弹珠跟球瓶，它融了之后变奶茶。这是一个咖啡豆桌，
蓝莓果香茶，蜂蜜焦糖冰茶。味道很浓，还会回甘。蜂蜜焦糖冰茶。用号码牌自行取餐。我们很喜欢这个咖啡桌，应该是说咖啡豆。深深浅浅烘焙不同程度的咖啡豆，寿喜猪肉盖饭，滑蛋牛柳盖饭，上面好多那个牛柳牛肉，好香，然后一定会有蛋哦，青菜、红萝卜，太淡了。下面是饭。三三的。多么香啊！这个寿喜猪肉。开始。洋葱。洋葱、猪肉。鸡肉。蛋。而且他的饭有很多那个寿司酱汁，对，蛋半熟，半熟的蛋，这是还有敷一个牛蒡，牛肉很嫩，肥弹弹，而且它还有一些木耳蛋。还有一些粉丝，柠檬草凉茶。森森说他要变魔术，他把笔芯变进去。你看我多厉害，我把笔芯变在里面。对啊，笔芯竟然在里面，而且这边是密封的哟，完全是密封的哟。这边还有书报杂志可以看。匈牙利牛肉，用的是澳洲牛肉。旁边还有一些马铃薯跟红萝卜，现烤的面包，上面还有奶油。它看起来好吃，它有奶香味，然后蒸这个寿司非常好吃。它的牛肉有肥有瘦，入口即化，好吃。这边可以上网。
是澳洲牛肉，